这是我示范的期末作业哦。那刚好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这个东西，而且我觉得开放原始码的电子白板呢，还很有改进的空间哦。所以我就用 C Sharp 做了一个。那我很多版本都放在这里啊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从0.2、0.3这样子一直放到1.0啊，一直放到现在1.7。OK，那当然每一个版本都有差异。各位在写程式的时候，请你也记得哦，你不要只有一个版本，那个版本挂了之后，你就全部都没有了啊。所以你一定要自己会分版啊。比如说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就从0.1开始啊。那就我习惯这样。那如果有些人版本更多，你可以从0.01开始，OK 啊，那你的版本就可以光知道第一版之前就有100版可以用啊。那如果你觉得不需要那么多，就从0.1开始，10版就够啊。好，那你不要从1.0开始也可以啦哈。如果你习惯，但是你就会可能最后你会发现你写到那个100多版啊，那。这样子不是很符合我们一般的原则哦。所以我们习惯通常都从零点多少开始，通常0.01或0.1开始。好，那我做的这个程式呢，是一个电子白板哦。那原则上我是看到人家有这样的程式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程式不错，我们也来写一个啊。那我觉得各位也可以这样做。那我先试一下给各位看。那这是我们的程式，好，那先执行看看。好，这是一个电子白板的程式哦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，比如说我这样出来，那这个画面我让它 always on top，就是永远都在最上面，所以即使别的程式上来也不会把它盖掉。好，那我按抓取画面之后呢？你就会看到说，哦，它有很多种笔，然后呢，我可以这样画，OK，那我可以写，OK，啊，当然，如果你是用滑鼠写的话，不会很漂亮，对不对啊？所以，为了我最近买了一支手写笔，因为我觉得上课的时候如果写在荧幕上用手写笔会比较方便，所以你可以这样画哈。那它可以调整笔的粗细啊，细的笔是这样。那可以调整颜色啊，粗一点的红色啊，绿色、蓝色啊，那黄色、黑色、白色。OK，那最后呢，你可以按存档。那存档的时候呢，你随便存一个地方，比如说我就存在这里。好，我就哦，已经有一二三，我存四好了。好，那我目前我印象中应该都是 JPG 档啊，所以我就存起来。那存完档，你当然可以看哦，但是我现在正在这个按开始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画的模式，所以在画的模式的时候，其实这整张都是图哦，所以我要回到待命模式，这时候我才可以按开始。那我们看一下刚刚的存档。我存在 screen 4嘛，那这就是我刚刚画的那个东西，就是，所以这个是电子白板啊。那在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示范的是1.0版，通常我们到1.0版就代表说，这是一个成熟的版本啊。那但是呢，它可能只是可以用成熟，那我习惯是1.0是可以用成熟哦，但是呢。不代表它功能够了啊，那所以呢，我又继续改啊，那继续改的结果，你可以看到像这样，我现在改到1.7版啊，那这1.7版我觉得不见得比1.0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时候功能太多了啊，那会让你觉得其实好像没有很亲切的感觉啊，那这个通常我们叫2.0版症候群，当你写程式写到
第二版的时候，你会想把一大堆功能都加进去，最后你会发现说，加了这么多功能，使用者到底会不会用，都是个问题啊。好，那我现在这样，其实它是在操控模式，所以这是待命啊。那我可以呢，选择抓取啊，选择抓取之后呢，它会直接到画面板，那画面板呢，我就可以画，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到说，它有画笔颜色，不，有画笔颜色哈，蓝色，诶，黄色哦，蓝色，好，那你可以直接选点数，OK，那它有剪贴板，有空白板啊，有画面板。它剪贴板是什么呢？剪贴板是我按这样子，然后我把这里框起来，这样它就会跑到剪贴板里面。那我就看的话，剪贴板就是这一块。OK，好，那在剪贴板里面呢，其实哇有错，那所以还没有写很好。哦，对，应该是宽度和高度小于零啊，所以你看到出错的时候，你看到-16，我没有处理这个东西啊，那所以这时候有错了就停下来啊，代表我们的程式还不完整啊，写的还没有办法完全没错。好，那再看一下像刚刚这样子哈，我们抓取，但是我这一个程式主要的改进是在 keyword，就是关键键哈，那就是我可以，比如说我按九，那它的字形就变成九，我按 R 啊，它就变成红色，看到这边红色。那我如果显示画面板的话，哦，我刚刚没有做画面，哎，桌面板就回去了哈。那我刚刚应该抓取啊，然后再显示画面板，OK，哦，这样你可以看到它的使用其实比1.0版复杂很多，所以不见得它是一个成功的哈。这2.0版症候群，它常常会这样。那你可以剪贴，对不对？哈，剪贴按 C，剪贴，然后呢就切换到剪贴板，或者是你切换到空白板。而且我们刚刚所做的动作其实都还在这里。那我现在是在复制模式哦，所以我可以回到这边画矩形。那我到画笔的时候，OK，好，那我也可以清除它啊，清除完就什么都没有啊。那分页我还没做，所以这程式功能就变得多很多，但是不见得比1.0版。通常功能越多，就越复杂，使用者就越不会用啊。那你自己在做你的期末的时候去权衡一下。不过我很少看到有人期末功能做得很多，然后太复杂，使用者不会用的。那一般来讲一般来讲是功能只有很简单，只有一个。那使用者也会用啦哦，但是感觉就不像一个应用程式，一般同学做出来的状况会比较偏向这样啊，这也正常啦，因为各位还在学习啊，所以这是正常啊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我自己的期末作业啊。那各位期末作业要做什么，就由你自行决定了啊。好，那剩下的时间我们交回给各位去做你的期末作业啊。